远得要命的国度里的远得要命的夜市里，有两个远得要命的果汁摊。叶问的果汁摊门庭若市，但史瑞克的果汁摊却……这时，正大犀利哥走到了门口。回到了他远的要命的家。没修正，好累啊！哇，你可运动好了。这是什么？武功秘籍？这如果往那边丢掉了，等他自己回来了，我出来看看。哇，这么薄薄一碗，竟然还有2600多页，第一次见，喝个酒烟，是不是？先把我推了完。我狂饮用的是。北斗抱拳拳，来就给你看，练成武功者可将力，总是不用等大帅，保证大帅我能力无敌。只要我不见这个东西。他从头就被冰死了，从刻不断，跑到我的电梯上。北斗爆爆爆！奇怪，怎么硬不起啊？这秘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哦，原来如此，还有下册，上面写的欲练神功，必须前往抱拳山。修炼下山，于是他便跑了抱拳山。史瑞克上山取得武功秘籍的下卷后，经过7期49天在山顶的苦练，终于练成。但没想到在下山时遭到了一个不明人士的阻拦。好，走！
学吗？好，我教你。对，太干，好干哦，喝水吗？对，好干，好干。